什么都跟他一模一样。锵锵三人行，哎，小田来了哈，下楼买菜来了。哎，你现在穿衣服越来越懂得舒适了。我不一直都很懂得舒适吗？以前光是好看，但是不舒适。不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年龄有关。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可能那个对舒适的要求不会那么高的。你现在还敢用年轻这个词儿啊？我说的年龄。对你、啊，那你。所以现在就是对舒适的要求会高一些嘛？所以说，在涛哥的眼里，看来舒适的，我觉得舒适了。不，在我眼里，你哪有年龄一说？你就没有年龄，对吧？没有没有，他应该是说，哎，年轻的时候随便穿什么都可以嘛。而且年轻年老的时候就穿这样。因为他自己说的嘛，年轻的时候会说话嘛。他涛哥，马老师也会说话，真的。年轻的时候，我是顺着他的语气，我太老实了。小甜甜，我叫你小甜甜。不，年轻的时候没有自信。那个穷是觉得 over 过度，让我回来了，让我回来了，小田没关系，没人要，还是归我吧。对，放心放心。小田年轻的时候是靠形象，对吧？现在年老了嘛，靠的是做节目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即将听说去缅甸有一个重要的采访。不要去，就是去看玉石什么的。我说好，对对对，这说是两位伟大的女性即将会面，对吗？我们万众瞩目，不就因为我今天在这带着玉石？对，哎，最近万众瞩目的事儿很多，哎，我倒没想到呢，小田儿也爱说说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六小龄童，哎，家辉，你知道六小龄童？我知道，六老龄童，六小龄童，他们的悲剧故事不是六老龄童，没有老六龄老六龄童，讲错。六个老人，对他们家的故事我看过写过，看过吧，非常感人、啊、现在呢这个各种黑的都有啊，这各种赞的也都有、哎，我觉得这个生动的反映出啊，今天这个社会啊让人看不懂，觉得这个千头万绪，甚至你多棱镜啊，你怎么看这件事儿都怎么有。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人就黑说这事儿是六小龄童炒作的，当然我不相信啊。这事儿是六小龄童炒作的，背后是谁呢？背后是百事可乐的广告。当然前词就已经说了，这事儿是郭富城炒作的，说钱是为了宣传春节的电影。哇，你看就纷纷发声明，说我们清白，我们清白，我们冤枉。小田，你的关注点是哪儿？我啊，首先就是一开始呢，就说哎，央视不让六小龄童上春晚，反而是请了，就是 PK 请了一个韩国的组合。当我先听到这一层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啊，说实话，感情上确实有一点难以接受。毕竟呢，那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一个时代的印记，确实是。对，你不要，你不要重蹈刘春的覆辙。刘春怎么了？刘春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得罪了那个一个组合，我都不敢说那个名字了，被骂的呀！我的天哪！臭了街了，不是我是不是我没说那个组合啊、我在说六小龄童、就没必要说是因为请了一个外国的组合就不让六小龄童上。但是后来呢，春晚就出来说压根就没请过他，今年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现在呢，好像是什么全国好多百万观众啊，就说什么帮六小龄童上春晚，对吧、然后就浩浩荡荡的，然后就开始反正留各种言啊，然后有各种诉求。但是呢，好像我的感觉是春晚导演不愿意被民众的这种意愿所挟持，然后去屈服做什么改变，现在就两边就僵持下来了。然后六小龄童他的这个他的表态也是蛮有意思的，他说我随时待命，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就弄得春晚啊这边还挺尴尬的，我觉得很得体啊。我觉得他反映的、谁得体，他说我随时待命啊，假如说哎他要我也行啊、等于是说哎像春晚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对啊，我觉得假如他站在一个表演工作者，我觉得很对啊。没有，假如你说这事情啊，我刚听到你用黑这个字哈，的说黑觉得是炒作这个，那我就好奇啊，到底是黑还是白的？什么意思呢？假如真的是所谓的炒作行销，很好啊，创意产业需要这个，那是表扬啊。你懂得哈，郭富城什么懂得这个用这个东西来炒作电影，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表扬吗？很有创意产业的行销概念。所以不是黑也不是白，而是红红了，对，大家都红了，啊、对吧？对啊、也对、啊、火猴年这是火猴年。反正有个部分啊，因为以前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哈，因为我没有仔细看哈、我当然更不敢得罪什么团体这个团体单位哈，就是说。
假如当初为什么，假如春晚说没请过他，为什么叫消息，什么管道放的，假如有一个说法是说哎，还没谈定啊，或者说隐约可能有人随便讲过等等哈，有人就先公布了，这个叫专业的 professional 里面的默契。像任何的我们搞出版的都是嘛，就是说哎，这个一天没签约没落实啊，大家保密的，嗯，我要不要买你书的版权在哪里出什么，你不能讲的，你讲呢因为没签约我也不能惩罚你，可是完全你破坏了你的公信力之后，大家行头里面就不敢找你了。这个他们分析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咱们中国人都是孙子兵法呀，就是说哎，这跟假新闻有关，先出来一个假新闻，嗯，说什么六小龄童什么上春晚，后来又弄出一个说上春晚的节目被毙了，嗯，哎，说然后为什么整整过了一个星期，六小龄童老师自己才出来回应说没有这个事儿，我没有接到邀请，而且呢我呀随时准备着，随时待命，所以你觉得非常得体。但是呢，我估计小田的意思是觉得这导演压力很大。对啊，就是，哎，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导演是什么性格啊，或者他能做多大的主。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哎，我就从了他们了。哎，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就是哎，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这一开场，因为这么一个话题，最后真的六小龄童出来，哈一下，对，哎，大家是个乐，对吧？是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说实话，我也是这样希望的。但是呢，我又试着去换位思考，我在想为什么他就不从呢？对吧？那是不是他觉得他的压力是来自哪里？我在想他的压力是不是说来自就说这一次顺从了民意，那么下一次呢？如果说又有老百姓啊什么的这个呼唤着要谁谁谁上春晚，那是不是他们也得从呢？都没有问题。小田，你这个分析的啊，你分析出了这个中国政治史的很多内幕。啊，我真的我觉得这个心理，但当然咱不知道啊，咱这个春晚剧组怎么想，咱不知道。但是我说的，你就这种心理，据假新闻报道啊，据春晚剧组的一位相关知情人士出来放了这么个话，说这些网民这样是不负责任的。就是您是一种绑架，为什么你来就是指定，就像你说的，就是说那我们要是听了你的，明天你们再塞个马家辉，后天你们再塞一窦文涛，那是不是说我们都得听你的？哎，你注意到没有，这种心理也是啊，我们有时候面对有些群体事件的时候，我们这种机关呢两难的地方，就是话说回来啊，这一次呢确实有它的特殊性，我觉得第一是猴年，而第二呢这个张老师六小龄童年纪呢他们在算啊已经比较大了，说再过十二年对猴已经蹦不动了对，有这样一个考虑。那第三呢，我觉得也是因为它是八十年代的这个电视剧，对吧？86版。哎，你那时候追看吗？看了，我看了好多遍啊。嗯啊，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会就觉得，现在正是在看春晚的这一批人，他们就好多人都是伴随着这个《西游记》长大的，就所有每一个暑假记忆里边都有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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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抹不去的一种回忆。其实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一个东西啊。因为创意产业这个东西虽然已经发展得很好，在中国大陆还算是相对新的东西，大家不了解你刚那个逻辑啊，其实立不住脚的。假如人打死我了，我等哈，创意产业不是公共领域，假如这个逻辑只能用在公共领域，比方说我政府有些决策，哇，你们民意，我这个树要盖在这公园，盖在这里，你全部反对我，什么要盖这里，我就不听你。公共领域的决策有它的权威性，有它的逻辑系统。可是创意产业呢，是另外一个逻辑。那逻辑可能就像文涛刚说，我从善如流啊，你民意，我做出来的节目干嘛呢？就是给你看的嘛。我有幽默感嘛，我跟你玩嘛，就跟你玩嘛。我甚至夸大十倍，把六小龄童给你捧出来，那全国人民是个乐。但是啊，涛哥，我就有的时候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你说。其实春晚和西游记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他们有类似性的，其实都是八十年代的产物，都是起源于八十年代，火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可是为什么你看零零年代你看现在啊，现在的人对这两个东西他的这个情愫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说起西游记，那是各种珍惜，各种缅怀，各种感激，甚至是，但是一说起春晚呢，就是各种吐槽，各种不满意，各种恨铁不成钢。你知道为什么吗？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说。因为西游记呢以后就不拍了，
春晚呢你见好不收，你一直搞到现在，你是吧，越干越不能说哎咱们先看看照片。看看照片啊，看看照片，这事儿挺有意思。这个哎六小龄童，你知道当年为了练这个他眼睛，说开始是没有神，专门为了练这个眼神呢、啊、用了一种这个我没记住的方法他的练。然后你再看你看这脸呢就说是特别有这个猴的，他说必须得有中国猴戏的基础啊，才能把这个猴演得生动啊。来你再看下面，就看这个，哎这是网友就是说这个其实当年《西游记》意识也是很大胆的哈，幼童带捆绑的这种刺激啊，然后八六版《西游记》，好像在网上看过类似的图片。你看，这就是网民的这个意见啊，我要看他上春晚。注意了没有？还我大事，他们就预期这个弹幕啊，春晚的时候就会是这样。然后你再看，这个是吕逸涛，是春晚的导演，你看他下边。就因为这个事儿啊，181万。你说啊，这导演，我觉得这，嗨，他能决定了多大的事儿也是个问题啊。你再看下边，哦，这大家还有3年就到猪年，答应我，你们的热情不要过去哦。觉得这个太好玩，这个好像上一个猪年就没有任何这个形象出来嘛，对不对？不是这个事情啊，我倒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呢，这个。我觉得观众是上帝这个道理啊，在今天的中国啊得到了超级验证。你看这个上帝啊，上帝不仅通过弹幕覆盖你的作品，而且通过微博可以帮你挑演员，甚至左右你的这个剧情，你知道吗？我跟你说的没错，观众是上帝，但是呢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话，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凯撒是谁呢？上帝不能左右所有。对，你的重点在凯撒希望做上帝。我说凯撒倒过来啊，我觉得创意产业凯撒他本来就做上帝吧，他就拒绝做上帝哈、啊，很多角色的错误认同啊。嗯，所以我觉得还是创意产业的问题嘛，那个逻辑应该这样玩法的。啊、对、啊、你这意思就是说，观众是上帝。春晚是凯撒是吗？我不去具象谁是凯撒，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耶稣在哪儿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我看了一篇文章啊，他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呢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觉得这个观点啊，就是他就讲啊，比如说六小龄童近些年本人呢、啊、这位老师啊自己也经常愤愤不平、说你们让说将来让孩子来问孙悟空有几个女朋友吗，就你们这种恶搞对传统经典文化怎么能够这样恶搞呢，对吧？他也就是甚至听说那个当年那个贾玲那个花木兰道歉，这个六小龄童老师也觉得说这好，对这个经典文化就是应该有一份虔诚的这个态度。可是呢到底孙悟空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这很值得聊。西游记这个原著啊，哎它有很多暗黑系的成分，你看我学的新词儿，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们86版的这个西游记深入人心，大家那么喜爱，可是实际上真的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啊，对比原著来看他本身也做了变形。哎，我还真对比过原著。我不是说我看了很多遍那西游记吗，后来稍微大点的可能5、6年级了吧，又放那个西游记，每天只放一集，每天下午我记得。哎，我就给自己布置的这个家庭作业，每天上午我看原著，他一般100回，然后25集，一般4回就是一集。我发现啊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就是很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六小龄童老师他认为孙悟空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孙悟空的精神叫一个就是奋勇拼搏，拼搏精神，永不言败，乐观向上。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西游记啊
至少据研究来看有更深的这个内涵，嗯，就是它是只是从中间提取出来它这一部分，你知道吗？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变一种个人的提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方说很简单，作家刘震云，对吧，就曾经阴阴恻恻的跟我说，那他也是个角度，他说这个西游记啊，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大部分拦路的妖怪都是从如来佛身边来的人。哎呦，你个阴阴恻恻，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不禁的让我想起看那个琅琊榜，我看到中间有一个台词，就是说圣人自古以来圣人就叫别人去死，舍生取义，可是有哪个圣人自己死呢？你这么一想，哎呦，我就觉得这琅琊榜不浅呐、啊。他能说到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有人就在分析，比如说，能不能轻易的谴责，比如说周星驰，对于孙悟空的这种解构、演绎、理解，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呢，孙悟空实际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了，对，对这个符号有一些新的这个处理，到底该怎么看？比如说，真就造型来说。这个《西游记》86版的，它倾向于把它这个可爱化了，已经是可爱化、卡通化、可爱化、少儿化，甚至有些人提取这些所谓正能量、积极向上的部分。可是实际上，《西游记》的原文你去查，孙悟空什么模样？就是磕额头啊，或者叫什么什么？根据那个模样，有人说，包括猪八戒的模样，根据原著里边写这个模样啊，也许啊，周星驰那个。西游降魔里边的孙悟空啊，你看看可能更相似一些、啊、你再看根据西游记原写的、嗯、就是可能这个模样啊更接近于西游记原文所说他的长相、嗯、然后你再看下边、嗯、这个可能更接近一些、嗯、哎，猪八戒、嗯、啊，你再看下边，哎，这是这个有人说这个大话西游啊、嗯、周星驰弄的这个孙悟空呢，其实他表明了孙悟空那种啊反抗权威，跟你那个干死到底的、嗯、甚至就是说加入爱情成分，但是呢他体现出一种苦海翻黑爱恨在世间难逃悲鸣。他就是他表现出另一种情怀的这种说法。就因为西游记你刚说什么孙悟空是一个符号哈、啊、应该我主张把一个改了一个字，一组符号，他没有单一的符号啊。因为假如你真的要较真的话，《西游记》的整个故事后来成书有不同版本，我们都知道哈，什么四大名著《西游记》啊等等的过来很多话本啊，大家说话的哈，说故事，大家加油添醋了，慢慢累积出来，再变成文本，再被抄写为不同的文本，里面你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嘛。像六小龄童老师经过革命大风大浪的人，他当然是看到那种革命情怀嘛，往上，就像不要忘记啊，德国啊希特拉他们要搞往上要冲的时候，下令把所有德国的传统的童话全部要提炼出一个总结，总结是什么、哦、是为了我们民族服务革命、嗯、不怕挫败什么哈、啊，所有妖精被我们打败这样、嗯、后来过了整个战争之后他输了，哎，整个角度不一样嘛，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在香港啊，改这个《西游记》啊，早几十年前就改了，这些所谓的担心、所谓的反应完全没出现过。嗯、你们有看过《老夫子》吗？漫画啊，对，王泽，好早，我小时候大概十岁吧，十来岁嘛，70年代初，他已经出了一集又一集的《西游记》的专辑，把老夫子啦、啊、矮冬瓜、大番薯啦、啊，他们变成里面的猪、八戒、唐僧什么。嗯，没有啊，我们看得很开心啊，反抗权威啊。后来香港写小说的人，包括了李碧华 ，OK， 他们的创作，把那个孙悟空跟唐僧写成 gay 同性恋、嗯。香港人对我们这个从来就没有一个尊重，我认为。这个叫创意，我批评你们的。我是觉得，我小时候，我刚才就没说完，我是对比着，就是读原著和看那个电视剧，而且是同时进行，我没看完那原著。后来我就慢慢觉得什么，我真的是很感谢《西游记》剧组的，因为那个原著啊很晦涩的，而且它就是很琐碎的去描写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记得就是前面好几章
都在讲那个唐僧他的身世，他的怎么出身，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我就觉得哎呦好长啊，怎么还没有出现孙悟空呢，对不对？那后来也看到就是描写里面的人物形象，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可爱，但是呢一看电视剧，哎，很有童趣啊，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生动活泼，对，而且演绎的真的是惟妙惟肖的，就是完全深入人心那个形象，我就对他们是一种感激。那要说到那种不同的这种演绎和解释的话呢，其实确实比如说大话西游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嗯，那我就觉得如果说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比较成功的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的演绎，从而去否定其他的演绎的话呢，可能会对其他的演绎是一种不公，这就叫垄断解释权了吗？哦，你看小田现在确实是做国际政治节目的，垄断解释权说得很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事儿不再小，人民日报都刊登了一篇文章，就是说题为批判性理解能力不够拉低网民合格分数。文章认为对于网络信息批判性理解的能力偏低，影响了中国网民的整体网络媒介素养，网民整体媒介素养处于中等水平。然后呢这个还有说这个什么，就是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说这是六小龄童自己在炒作，但是你看不少网民对此表示支持猴哥炒作。然后所以在网民看来，谁在炒作，为何炒作一点都不重要，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六小龄童必须上春晚，但央视竟然没邀请。话说回来啊，涛哥，你每年都看春晚吗？你看春晚吗？我有逐渐是由专注性收看到伴奏性收看的这么一个阶段，哎，那现在呢？还看吗？今年我不准备看了，除非他们看凤凰卫视。你问的他不适合这么回答。马老师，他有补看，我有补看。通常因为每年通常都有些事情发生嘛，发生之后可能节目会谈，那我就事后到网络上面。你说的太对了，你知道吗？是不得不看，因为我过年我就要回我这个石家庄。我的父母亲呢是中央电视台的忠实观众，他们忠实到什么程度啊？你知道他们看中央台，我陪着他们看了一天，看得我都吐了。不是说中央台不好看，而是你知道春节啊，他们搞那个七天乐，是每个节目都很好，但你架不住我爸我妈呀看十几个小时，你知道吗？早上吃完早饭，春节没有别的选择，那凤凰卫视他们不让看，对吧？没有，哎，很好奇，那你爸妈有边看边骂你吗？学一下人家，你学一下这个才叫做做电视啊！有啊，有经常 啊，真的，经常啊！而且我爸就是，我经常跟我有时候跟我爸抬杠，我说你这翻来覆去看这个好看不好看？我爸那是哎，跟老猎人似的，就旁边跟我讲说，名言啊，就说碰到不好看的节目。沉住气，待会儿就好看了。这些真好怪，真的、啊，我爸，你说这，我觉得央视多感动啊，有这样的粉丝。就是你知道，就没有选择，我不就像他说的很对，我哪怕三十儿，我现在觉得我已经不要看春晚了，因为我跟哥哥聊聊天也好。但是第二天在家里太枯燥了，为什么不爱回家呀？在家里你平常的这些书啊，这些东西，网啊，这也不好，你没办法，你只能陪着父母看。于是呢他春晚一遍一遍的重播，最后我也是年年看全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不看春晚的吗？我近几年没看，是应该说是从微博开始，有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就失去这种专注性的兴趣了。因为我慢慢就发现啊，里边的一些段子，不管是小品的、相声的，甚至是主持人的那种煞有介事的说的段子，都是微博上的，都晚了好几个月了。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好像真的是就赶不上趟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呢后来我又自己慢慢调试心理，我甚至有一度啊就挺愤世嫉俗的，我说春晚这样搞啊，对不起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春晚是有这种很特殊的情愫的，我们的这大年三十不干别的就是看春晚，那怎么拿一些老段子来给我们呢？可是慢慢发现啊，毕竟啊天天上微博的，天天上网的也不是全部人，对不对？那么就自己去选择怎么过这个大年三十嘛。既然不能够彼此成全，你自己去放弃，不要对人家提出过高要求。所以你看，这里边有一个矛盾，
我按说我父母是春晚的铁杆观众，嗯，可是呢你看春晚又要想拉拢小孩子，又要想拉拢年轻人，是，但是我近些年也发现呢，我父母也越来越看得打瞌睡了，因为他爱看的那些老东西好像他觉得也掺了水了，掺了一些他不太熟悉的东西，这些他又不爱看，嗯，你知道吗？这很困难的，因为假如春晚在这个这内地哈，面对这样他非常困难的嘛，有像您的父母亲对不对，这个高龄的资深的观众有想拉拢小孩的，那非常难，可是越难呢，小甜甜说的对哈，他越不能这样把老段子拉下来嘛，这是专业的问题嘛，也的确对不起观众嘛，也对不起小的，也对不起老的。可是说回来，我非常敬重您的父亲刚那句话，因为我一边听感觉诶蛮像我对我老婆的感觉。沉着去，气等一下就会喜欢，好的一会儿就来了，没错，沉住气，过两年就好看了。耐得住寂寞，才守得住繁华。哎，对，所以就是，当然，咱不要光说这个春晚，咱们这个凤凰，我说过很多凤凰的这个好话，对吧？就是但是呢，哎呀，你看时间到了，我想吐槽凤凰，也别说了。哎，接着说春晚吧。啊，我今年还是可能不看。今年不看是吧？今年干嘛去？那我还是补看吧，应该都会补看。你会回父母家吗？会啊。